大小朋友共同体验亲母啊，看起来是真简单，但是亲身体验过才发现需要真大的功夫，超难，根本打不开。这是北门区公所向市府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所举办的活动，带着民众来到北门芦笛沟体验渔村的文化。啊，因吼，阮的芦笛沟吼是阮北门吼一个饲鹅啊，足重要的所在。啊吼，因为嘛，足侪人唔知影芦笛沟吼的鹅啊最有名的，啊，所以阮公所吼就利用这个机会吼，阮就办一个这个鲜科海味吼游芦竹沟，诶，这个体验的活动啦吼。啊，阮就是讲吼，这个主要就是吼游客吼，知影讲阮北门的芦竹沟吼。饲鹅啊，诶，这个算足有名诶，啊，产量嘛足好诶，啊，品质愈较好。透过三体厝诶小旅行，带民众亲历实赛芦笛沟文化，参观渔村诶风貌，同时嘛营销在地产业。家长趁着暑假带囡仔来到家，拢表示非常有教育意义。我带三个小朋友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感谢北门区公所很用心的办这个活动。然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那个科，就打洞啊，还是穿线啊，亲母啊，都是第一次体验到的。每一个社区拢有无同款的特色，希望透过计划，让社区找到家己的特色，并且在了丰富资源当中，规划出观光旅行。进一步达到营收经营，南台新闻台三八门彩虹报道。